来，我们来看一下，我们的南宫逆转胜。好，东宫的累计是7300。好，所以呢，今天呢，如果三级的话，三场东南西下来，起码应该有20000，总值搞不好30000。好，来啊，你装一下 Peter。好，开门。11。好，南宫逆转胜第一把，看四下牌，庄家 Peter。 哎呦，怎么？我，丽丽，福气满满。少廷，票摸摸。出菜。北风。西风。东风。哦。白皮。东。 南风，哎呦，1条，4条，哼，10000，5万，哼，哟，对，一条横合，哎呦。 好青年，一饼，是，合作愉快。谢谢，9条。我字都还没打完呢。你慢来，还很多呢。小心。白板。南风。芭比。西风。各一张。 还有，红中9万，碰着，哎呀，谢谢北风，2万，7万，对，6万。 4万，9条，太快，发财，眼睛好快啊，对，手要放下，一兵，我早就定了，吃一笔定一笔，哇，吃的时候就定了呀，要那么多一笔，来加油。 22，还没听吗？还没。一上听，对不对？一上听，一碰一吃一听。好，红中庄家啊，2台。好，现在是南风逆转胜第2把，22，庄家。其实12，南风逆转胜第2把，来看四下牌，庄家24。这一定很快就糊了。好，丽丽。 很美，少廷，这个很快也糊了。一德，来，白皮，我觉得你把那些话都收回来。你从今天讲到现在，你还没糊过。对耶，而且你刚刚是靠那个弟弟，靠弟弟，靠的王牌放炮的。对，对呀，还没开壶。嗯。 3万，吃，真的很快就糊了。哇，好好，9条，好，第2张牌打3万，是南风，对，哎呦，5条，哎呦，第2张牌打5条哦，行，9饼，吃，哇塞，东，哦，4牌先拿进来哈。 哦，10000，1万，哎呦，800万，听这个是不是？不告诉你们，好，9，不能说的，中，哎呦。 9条，2条。
西风。芭比。嗯。西。嗯。六条。三条，三筒，对，又胡了，哇，都是放进去，哇塞，他也要丢听了，嗯，艾瑞斯刚听，对啊，他打八饼定牌，啊，打牌，好好，好可怕哦，这个你看，那你没有办法单调啊，你什么时候摸到牌，别的牌也会转掉。对，对不对？对，哇塞，这又要这个炮又不得了，南风三花独听，庄家哦，四台，对。好，南风逆转胜第三把，艾瑞斯，你就拼四波了啊，好不好？对啊，因为他每次都有听牌。对啊，他每次都听牌，而且牌感觉很顺。对于九岁真的不顺。哎，不要这样，真的，很顺了哈，很顺。可以的，丽丽啊，他不想跟我们聊了，丽丽啊。正旺。哎呀，我们聊半天，说可以了吗？可以不要打断我的运吗？八啊，南风逆转胜第三把，看四下牌，庄家丽丽。是吗？少婷。婷婷。Peter。Hello。艾瑞斯。嗨。我猜。当。哎呦，北风，东，东，东，还有吗？好香。九条，我也都没睡，我也是没睡。哎，我昨天看到看那个，还看你怎么打，我怎么打？我做功课拢无困。哎呀，我拢无困呢。北风，给人家压力很大。他要赚钱，我不是想赚钱，我是想赢而已。想赢，缺钱呢？不缺。想来跟你们认识。嗯。发财。发财。北风。哇。白板。进一张，没什么用。八条，白板，九万，九头，是一张哎，是这张。这个牌有什么好考虑的？嗯，不应该考虑一下啊？啊，你在演戏吗？想犹豫一下机会，想犹豫一下。红中，五万，五万，七条。哎，他刚在这嘞。十。他刚刚就在这吗？对，我刚没看到他。九万，那我说不该犹豫一下。五花，六万，十，七条。嗯，嗯，我要弄到自己。五饼。一万，九筒，艾瑞斯停牌了吗？对，加油！不然太高调。哎呀，嗯，瞎打！我只是没有看到他吗？还无饼，
打两只五饼。两个五饼。对，很早。对。两个一万。二饼。二万。救救我，发财。你知道吗？对。好。三饼。六饼。红烧。阿西。一条。白皮。六饼。九条，是的。九尾，小鸟，红中，一百万，北风。西风，发财。为什么一直藏一张在那边？八万，没事。安娜，哇，九饼，五条。二万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是我啊，瞎，赶快倒下来，瞎七八把，还是我的，哇，好厉害啊！哎，三花自摸，两台的三台，我都不好意思，真的。好，南风你转身最后一把来报告你们三家的牌啊，积分啊 ，Lily 啊五千二啊 ，Peter 五千，然后呢，二是你一千九，哇，你只要拼自摸了，好，好不好？差三千一啊，好，来你庄家，二哦，十四，南风你转身最后一把来看四家的牌，庄家少题，应该是刚刚乱打的报应，Peter 二哦。艾瑞斯，绝对不会胡，还有机会。莉莉，是吗？我来帮你讲，绝对不会，我就会。还会。你要拼一台四波才能打平哦。来喽，七，东风，东风，南风，碰，北风。西风，九条，先摸吧。北风，白皮，白皮，北，发财。红中一桶，红是红中二百二万中，跟你们五花。九条，发财，白皮，白皮，三饼，五万，十。
风。还有什么表示？门前一摸三就赢了。拼一下。九万。对啊。所以那就他反正他门清嘛，门清就一摸三。一条。对。四头。贝贝。准。九条。二条。一饼。三万。看不太懂啊，摆好慢慢看。看不太懂。一条。红中。你为什么还用？当然啊，因为你。当然哦。你把我自摸哎，我要把你顾着。二饼。四条。五万。南风四条跟你好好饼九饼九饼看懂了吗饼九饼我看一下五条，九万，再一张，要这个，又敲了，又敲它，这不一样，不一样，九万，五万，自摸，嗨。来倒下来，真漂亮！一四桶，可是一桶太哇，七桶没了。哎，能听我说，听得很好啊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又被人家自摸了。牌真漂亮，他刚刚牌真漂亮，他这样子。我刚才好丑，我好担心。他上十七饼，还有一个九饼。嗯。这个时候，因为他定牌，那我打二饼。为什么？你就给我吃啊！对啊，但是听什么？你看，没有听，贼啊！太快！好，所以呢是自摸台，一台的两台。艾瑞斯呢，我们拿南风淘汰。来，我们西风冠军战。挑战吧大神 APP 重磅升级啦！现在只要下载并登录，就可以参加转盘拿高礼，还会周周抽出精美好礼，还不赶快登录拿好康打麻将！挑战吧大神有 YouTube 频道了，请搜寻东风卫视或者扫描下方的 QR Code， 也可以按下我们的订阅钮或者是开启我们的小铃铛，就能收到最新最快的节目内容，而且还有网络独享的影片哦！别忘了分享给身边的好朋友。